花教程要点一，出气棒要放在拉花杯四分之一的中心位置处，一般习惯放右上角位置处的中心。注意要点一，打完奶泡后要立即擦干净出气棒上的奶泡，防止奶液粘在上面，不易清洁。打好的奶泡分瓣去操作拉花会顺手很多。注入奶液，45度倾斜咖啡杯，边晃动咖啡杯边注入奶液。要点三，低位注入奶泡。拉花操作更简单，轻微左右晃动奶泡杯，堆叠出好看的纹路。江江羽毛树叶拉花完成啦，今日美食计划。今日美食计划。